好的员工都具备什么条件呢？通常 A 级员工具备几个条件，第一，他们愿意接受挑战，就算你没有给他挑战，他们都会挑战自己，所以挑战是来自自己跟你公司，如果两个都是同一个方向的，它产生的效果真的是很好的。如果那挑战是来自公司，他本身没有这个欲望，就是很难成长。如果他本身有这个欲望，加上公司也有这个方向，两只一拍，它的效果一定暴涨。所以他们本身都会一直不停的挑战自己，挑战那高难度 KPI 一直升没有问题的。然后第二个 bounce back 反弹能力很强，每个人一定会跌倒， A 级员工也会跌倒，问题他分别就是他跌倒了他马上站了起来，就带领整个团队就这样再冲。第三，因为他们这样的精神，反弹能力，接受挑战，有能力影响到周围员工的人。如果你的团队有这样的人，他跌倒然后起来，失败然后站起来，你是他的同事，你会怎样？你会都觉得哎，我好像他这样的，哎，我觉得参这个人很正面的。就是你要知道 ABC 不难，你跟他一起吃饭，你跟他一起吃一个午餐。通常 C 的人啊，你跟他吃完午餐啊回到来了，我不是很想工作，我真的这份工我不是很喜欢。 But 你的 lunch topic 很开心的，哇，这个老板讲啦，这个雇主讲啦，他们都是充满负面的，把是很开心，回到来你不想战斗的，这种叫做 C 级的 lunch。 A 级员工的 lunch， 你跟他吃完饭你回到来，哇，我也好像他这样，我要赢，我也要赢，我也要成长，这个是 A 级员工的 lunch。你想成为 A 级的员工吗？